都是慢慢不要急啊、哦，大概这比例上就是说慢慢去抓那个位置哈、哦，反正都差不多这样。老师，那个要做什么事？我已经画好了。看老师示范。等下我们还有第二个单元啊，叶，这个先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哈，有没有上去下来啊？这个哈，这可以变成两笔这样转过来啊，这个就其实就是其实几乎是圆圈的啊。那这个是篆书的写法，那就是说你就要配一个画面的时候，就可以自己去搭配你要的画面。那花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要写那个草字头也可以的哈，这个草字头可以稍微短一点，都是逆方向里面哈，逆方向直一点点一点写，后面这边就一定要收，这边重提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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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重，提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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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称，就好像一个人的手哈，那、啊、这个地方就做点变化都可以，很轻松。就是传统是你要知道规，也可以有点轻松的变化。啊、你规规矩矩写，当然也可以的哈、哦。慢慢就是说你去抓到那个要点哈、哦，自己可以尝试看看，看那个变化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的哈。哦啊，这个操作不要可以，就直接这样可以，好、哦，哎。